是老师好，他对白，聪明大人，原来你跟上次不是这个。啊，他骗人，然后你说，我姓李，你是陈静，莫非就是你的？我说了什么？哎，看到，好，对白。聪明大人，站前一点，站走前一点点，看看仔细一点。聪明小鸟，你以后变成人啊？特别兴奋啊，变人了。你竟与女子相见了，我是她的什么？还不快杀了她！还不快杀了她！我杀了她！